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Wednesday, the 12th of October. 佛教青年協會電台佛法在世間節目第7452輯現在開始廣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的时段，好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继续功课《大方广佛花严经正行品》，我们一起来念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正行品在早年海云法师在台湾以国语来到宣讲，我们听着他的录音带将他翻成广东话。今天是为大家翻译到第37讲，上个星期刚刚就开始讲到的偈颂，就是若在于道，当愿众生能行佛道，向无余法。今天都是继续翻译着这一首偈颂的其他部分。佛法呢，就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过得好自在、好幸福，是无忧无虑。所以呢，在家基本的嘢都处理不好，一家人都处理不好呢，你想出家呢，亦都另外有一啲人你要相处，到时一样是相处不好的。咁同大家时时讲，当你学佛最好呢，是随缘呢，将你另一半或者家里的人呢，都能够呢慢慢呢带佢接触佛法，但是又唔好好强硬啦，有姻缘就带佢一起去寺院行一下。你唔一定拜晒成堂佛，哦，知道寺院要出钱印经，咁你就唔好自己静静出钱。问下隔篱一半，哎，而家印经啊，你出啲钱印经好唔好啊？咁可能佢又唔明咩叫印经，印嚟做咩啊？咁你又话俾佢听，哦，印嚟呢就系俾人哋接触佛法，系好好噶，系有咩好处，顺便呢咁就话俾佢听。咁呢就系度众生，就系弘法啦。咁可能佢话好啦，我出100元啦。咁你听到佢出100元呢，你千祈就唔好话唉，孤寒鬼出咁少，佢出100就100啦。如果你出100，你话啊，你出100我又出100啦。咁只要佢能够有咁嘅因缘接触，佢出得一次呢，慢慢喺你适应嘅调整之下呢，佢不断呢就会对佛法有所认识。我哋呢要用种种权巧方便呢嚟到引导我哋另外一半或者家人呢去接触佛法，乃至慢慢去接受。喺适当嘅时候，喺权巧方便呢嚟到影响你嘅家人。佢对佛法有啲多认识，咁佢就会支持你学佛。你亦都能够因为你的方便能够分集你周围的人，等他都感觉到咦，学佛是有这样的好处，学佛的人是挺好，这样呢亦都愿意来到听闻佛法。在这个菩提道上一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发大愿度众生都是一路一路地等机缘成熟的。所以我们觉悟要由这里来着眼，就是在我们心性上的认知来到出发。我们人呢是有很多学习气的，有些习气呢在这一世道形成的，有些呢是多生累劫带来的。好像有些人呢，虽然他生长在贫穷家庭，但是呢他生出来呢有一个有钱佬的傲气，这个呢
就表示佢前世过去世呢个福报好大，就是富贵人家出身，养成咗呢种富贵嘅傲气。但是可惜佢前世生去富贵之家，就唔识得惜福，亦都唔识得培福，或者是造恶，所以呢然后投胎转世呢就到贫贱之家。但是前一世嗰、那个富贵嘅习气呢仲有喎、我哋每一个人因为我哋生活背景同埋习气上嘅唔同，所以每一个人嘅调整就唔一样。无论点样，我哋一定要先要认识自己，去调整自己。我哋整体调整自己呢是要自己先知道咩事。所谓冷暖自知。外人唔知你嘅内心，唔知你嘅习气系咩，你一定要自己去感受。呢个系成个生命嘅内涵。我哋冇办法用脑筋去諗下，哎呀我前一辈系咩呢，我哋唔可以用脑去諗，系要自己留意自己嘅感受，要留意自己嘅种种习气。咁而家讲到第三啦，系讲觉悟最高嘅部分。呢、这个就系讲到要出离生死，唔再喺六道轮回。我哋话要去极乐世界、花藏世界、普贤境界或者一真法界，但系去呢啲地方咁容易咩？我哋先要将出离生死搞清楚，乜嘢叫做生死？点样先可以出离生死呢？我哋时常有个概念咧，就系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点样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念佛净系念佛，一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咧咩？我哋系要念到断相续心，然后先可以生去西方嘅，先能够出离三界。究竟咩叫做相续心呢？以世间法为例，女众嘅梗系想将个屋企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使到我哋屋企系好幸福、好温馨。有呢个想咧，呢、这个咧就系、是、相续心。喺男众咧，当然希望喺事业上去努力。咁就算唔成为最高嘅董事长，都希望将个事业做得好，第二位都冇所谓。为嘅呢就係成为某一号嘅人物。咁呢啲又係相续心。好啦，到大家学佛入佛门呢，亦都呢个心带住喎。我要揀个最好嘅最大嘅法嚟修。我入佛门学佛，目标呢要有所成就。喺佛门有所成就，仍然呢个心呢个相续心都系想成为喺佛教中嘅某一号人物。其实真正修行呢应该冇呢个想法。但系话如果我冇一个目标去努力，好似冇乜依靠。冇依靠呢嗰、那个自我呢就好似唔存在。自我总系想搵一个依靠。当我哋学佛嘅时候执着究竟呢要修啲咩法。一直呢又想住我修法呢要入过一个咩嘅境界。有呢啲咁嘅相续心、执着心呢，就系、是、我哋痛苦嘅由来。只要有呢个咁嘅心呢，我哋出嚟三界就冇咁容易。相续心不断，你点样出三界呢？可能你话我喺坐禅嘅时候就冇妄想，虽然嗰时候你系冇妄想，但系你只不过个妄想系伏住，仍然系有呢个相续心，不过妄想冇浮现出嚟，乃至你坐禅去到最高境界，去到非想非非想处定，都只不过喺个定境里头，系几多百劫几多百劫，但系到出定嘅时候咧，你一样系六道轮回，就因为有相续心，所以咧一定
是在这里轮回的。我们一般人无论你想什么，只要有一个想，都是将现在的经验做基础去推想。好像、我过去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我将来是怎样怎样怎样，都是在现在的境界上来到相连、又想过去又想现在。这些呢就是相续心。再讲明白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心念是一个接住一个的。这个心念这样相续呢，这个叫相续心呢，就是这个人最严重的习气。好像这一世我们会想下一世的事，或者今日我们会想啊，听日我要做些什么事什么事。我现在坐在这里就想着啊，一阵间听完经去做什么事什么事。现在呢就会想下啊，听日啊，听日我想要做些什么。究竟听日是不是比你可以想得到呢？你能不能够想得到的呢？其实啊，我们想听日的事呢，就是我们以前过去的影子所投射出来再想听日的事。你的听日那段时还是生活在昨日。你想想，现在想听日，听日的生活在昨日，这个今日听日这里不是在这里一路这样轮回着吗？我们一般人都会是有个理想，咁呢就係想话呢将来呢要係点样点样、我有间大楼啊，或者係有啲咩好嘅嘢计划得呢，将来係好完美。呢、这个好似係将来嘅事、好似计划啦，有计划。但係你试諗清楚啲，你呢个计划都係将你过去有嘅经验，将啲唔好嘅剪咗，要啲好嘅凑埋一张图画，希望係将来有呢、这个咁嘅理想。呢、这个好似係将来嘅嘢，其实啊呢、这个係你过去嘅影子。你唔好以为呢个理想呢你就活喺未来。始终呢你个理想仲係活喺过去。你试想下，我哋係咁样成日活在过去现在过去呢，咁就喺三界轮回之内。你边有係跳出呢个轮回呢？所以我哋嘅相续心系不断，咁我哋冇断相续心嘅经验，即系我哋冇出嚟嘅经验，咁咧我哋根本上唔能够想象得到乜嘢系叫做出嚟。我哋纯粹咧都系以过去嘅意识形态啊，将佢点点滴滴咁样，好似电影剪接咁凑过一出好啲嘅。好似举个例。我讲俾你听，有个水果系尖尖嘅、圆圆嘅、方方嘅，香香地、甜甜地嘅。咦，你话边有咁嘅生果噶？未见过，又未睇过，你个脑就谂唔出呢样系乜嘢啦。咁就等于你话呢个要出嚟呢个相续心，断相续心，你根本上都唔知有乜嘢，你根本上就冇可能去想象点样做。我哋人始终都是生活在过去的意识形态里面。好像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离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另外一个新世界，那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意识形态是这样想，如果你这样想离开这个娑婆去另外一个世界极乐呢，你这样想去呢一定是去不到。极乐世界是怎样怎样，在经有写得很清楚，谁都未去过。所以说念佛要到极乐世界呢，首先就要断了我们的相续心。相续心不断呢是去不到的。如果想要到极乐世界，是有一个状况，是可以修持名念佛。我们念佛呢，念到浑然忘我。念佛念到连佛号都冇。假如我哋念佛念到係觉得究竟我喺度念佛，抑或佛喺度念我呢，如果你念到咁嘅话呢，
这个时候就将你的心就安住在这个境界度。咁你话我喺度念佛呢、这个唔成问题。你有冇呢个经验系念到好似佛喺度念我呢？如果念到咁嘅境界呢就差唔多啦。咁大家呢千祈唔好听到我讲喔、哦、又将佢系剪接入去剪接入你个意识度。如果你系咁剪接呢咁你又去唔成㗎啦。呢、这个系要自己去感受。这个经验是我们过去所未有的。我们现在跟你这样说，你们不要说哎呀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里面讲。那你们看了之后呢就将它剪接入来。经上所讲的境界都是表法。表法部分你吸收不到你就不能够入去了。因为法的境界我们意识是没有的。我们怎样将自己腾空将它抛入抛到那个境界里面去。这个境界呢跟现在的境界是不相连续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无论你想什么不想什么，这样呢都是我们用现在的经验呢做基础来到推想所有的东西。这个叫做相续心。如果我们不断相续心呢就冇办法成就嘅。呢、这个大愿后面一句向无余法，同上一个愿入无依处嘅意义系相同。无余法佢系完整嘅。如果有对立嘅呢就呢个系有余。冇对立嘅就叫做无余。我哋人呢系生存喺主客对立嘅情景之下。所以我哋如果要行觉悟之道呢就要觉悟到主同客是统一的。好似以上的例子呢，我们学佛就是想要出来三界了生脱死，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有三界可出，这个三界呢就是你所依处了。我要求生极乐，极乐亦都是你的依靠了。所以有这个观念呢是出唔到三界，亦都去唔到极乐，咁就麻烦啦。咁大家要了解咧，极乐世界唔喺外边，亦都唔喺内边。当喺生活之中，我哋有对立生起嘅情景，这个咧就系娑婆。如果我生活之中唔再有对立嘅情景，你呢个世界就系极乐世界。你喺度好好地諗一下。好似我哋讲话有彼岸有此岸。如果你一讲有此岸彼岸呢，这个就係有对立啦。当你到达彼岸嘅时候呢，嗰时你仲有个彼岸可去呢，即是话你另外嗰边仲有一个岸呢，咁就有对立啦。我哋呢要除去此岸与彼岸呢个对立嘅观念。绝句不可以用此岸的部分，因为用这一边的观念呢是到不到彼岸那边的。因为彼岸是一个完全不同地方，是要脱离我们所有的相续对立。我们将观念调整由对立呢将它慢慢呢变成统一。在这种生活哲学的观念呢，如果能够转变的呢，同时我们又认同它呢，我们好像上面讲它叫做行信众生。当一切境界我都行信了，认同了，亦即是说一切境界呢都没有对立，合一，无所谓此岸彼岸。换句话讲呢，这样呢就是到了彼岸，到了极乐世界。这个是叫做无余法。当你心念一转，能够行信众生，这样一切众生已经道尽了。如果有一个众生未到，这个就是有余了。这个呢就是学佛过程之中有没有成就的总关键。为什么成日说众生修行好难？它难呢就难在我们众生呢在对立
的心呢就很强。在经上讲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里有一个须弥山。这个须弥山呢就是表法，就是讲有人我的界限，就是一个须弥山。极乐世界呢就没有须弥山，因为它没有对立，没有人我的界限。如果我们慢慢练习，练习到呢冇咗呢个对立嘅心态，我哋而家呢个世界就系极乐世界啦。请睇经文：摄路而去，当愿众生严正法界，心无障碍。摄路而去呢，就系话当你沿住路嚟行嘅时候，咁沿路而行，我哋应该点样发心呢？呢、这个就系借景吓。借住个景呢嚟到圆掩，藉住个境界嘅圆呢嚟到展开。呢、这个时候当愿众生理正法界。理就系嘅脚行路嘅痕迹。意思呢系要走喺清净嘅法界里面。心无障碍，心里面冇障碍。理正法界是相对于摄路而去来讲的。平时我们行路呢，顶多是行路小心啲，唔好跌亲，唔好踢到嘢。如果咁样发愿呢，就是好少嘅愿。而家我们要将呢个愿扩大，等生活中任何层面呢都能够好清净。法界是一个最广嘅境界。我哋行路，路就系一个圆，藉住呢个圆，将我哋嘅心境扩大，达到去最高嘅范围。呢、这个最高范围就叫做法界，而且咧呢、这个法界系清净嘅。换句话讲，喺我哋生活之中，任何一个层面都冇烦恼，咁先叫做清净。咁问题就喺呢度要留意，当然。大家都希望冇烦恼啦，但系烦恼好容易就会出现噶。譬如啊，你开车，阿车喺半路就抛咗闹，哎呀呢、这个烦恼啦，又要赶时间，咁会起烦恼咯。好似哎呀生病啦，我哋病咗，病咗我哋又会烦恼。或者你唔小心，哇打破一件好珍贵嘅艺术品，呢啲又系你嘅烦恼。有啲乜嘢？又烂咗一啲嘢啊，或者湿咗一啲嘢呢，你又会起烦恼。凡系呢度咁种种嘅嘢呢，好多时都系冇办法避免嘅意外。一定会发生。个问题呢就系、是、你点样去免除呢啲烦恼。即系话当呢啲事情发生嘅时候，你能唔能够好自在咁去面对呢？我哋知道人生在世咧，本来就系无常嘛。呢啲事情一定会发生嘅，都冇所谓啦。我哋就要训练自己咧，唔好受到二度嘅伤害。咩叫二度伤害呢？好似举例，我哋有病，病咧就已经系受到伤害啦，好辛苦噶。如果我哋心里头怕死咧，时时咧担心啊，唔知医唔医得好，又怕死咧。疑神疑鬼呢，咁样呢就造成我哋心理嘅第二度嘅伤害啦。我哋时时要训练自己放得下，咁先能够清净。我哋了解世事无常，既然有生就一定要有死嘅，生在迟早嘅，更何况其他嘢呢，我哋就要咁时常去咁样训练自己。世间人呢都系鍾意啲好嘅嘢发生，唔鍾意嘅嘢呢就最好唔会发生我身上。事实上你所追求嘅，你所渴望发生嘅好事，未必真系一件好事㗎。或者你所厌恶嘅，驚佢发生嘅嘢，呢件事发生咗亦都未必系坏事喎。好似举个例，有啲人一心想去生个仔，哦，当然一生咗个仔出嚟就好开心啦，心满意足。但你要知道，养一个细蚊仔喺佢嘅成长过程之中，
做父母的要操心几紧要呢？有些父母乃至自己乜嘢都唔舍得使，含辛茹苦咁乜嘢都为晒个仔。最后到头来呢，养咗呢个系败家仔，将佢辛辛苦苦剩返落嚟嘅家产呢全部清晒。到嗰时先恍然大悟，原来呢个仔系嚟讨债。所以话求子得子，你只要求你满足嘅部分，另外嗰部分呢其实你都唔知道究竟系好抑或唔好。好多人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呢、这个就系无知。当你发现咗或者你觉悟嘅时候呢，你大半壁江山已经俾佢败尽咯，根本上回天乏术。所以我哋时时喺无知嘅情况下呢有所求，求嘅系求一啲唔应该求嘅嘢，但系呢你又认真去求。但系相反呢，有啲不幸事情嘅发生，你唔好以为佢就系坏事。一般人一遇到不幸嘅事呢就好唔开心，尽量要避免佢发生。举个例，就好似有人要考车牌，咁一年考几次呢都过唔到关。这个表面上呢是令人哋好唔开心嘅事。但是你有另一个角度去諗一下。或者你一考到张驾驶执照嘅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因为你有驾驶执照而使到你发生车祸。所以如果考驾照考唔到啦就算数。其实考唔到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噶，凡事呢都要顺因缘，当然要考就要尽心尽力去考啦，唔系话也是但啦，随缘就唔得，系尽咗人事考唔到，咁呢就放下。但系呢我哋好多人唔会咁嘅，都系呢好着紧咁，几大都要一定要考到。一定呢你追求自己所认定嗰个方位就係啱嘅。喺生命嘅洪流里面，如果冇宏观嘅睇悟呢，亦即係人生就睇唔彻底，睇得唔完整，咁我哋嘅生活面呢就唔得清净。咁我哋点样先能够理性法界呢？个重点呢在于我哋自己要能够行信呢个境界。行信的意思不是说逆来顺受，而是要尽我所能地去做，或者尽能力去帮助别人，去利益众生，多些付出，多些奉献。但是对于所要求的目标呢就不要太执着。正行品今天就翻译到这里，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翻译下一讲。非常感谢海云法师。我们愿意电台播法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听众朋友，这个佛法在世间节目呢是逢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在这里 FM104.6 播段播音，时间呢就是每日下午1:35到2:05的。星期一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科学讲座。非常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啦，拜拜。